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奶茶色，它是我们 MIT 台湾独家，里面是有刷毛的，但是是薄棒数的刷毛，所以海外地区如果喜欢的话，第一个它也非常轻盈，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在冷气房，想要宽松舒适的大概就像我这样。再来这边是不是有做一个小扣环，如果你今天想要来点腰身，很随性的，不要太拘谨，把它拉起来，好，它就可以微收腰的感觉。不论你是高个小个，它算是一个洋装上衣，即便我161还是看到一点裤子，所以你是不可能不穿裤子在里面的，你自己斟酌，然后缩起来有这种缩起来的效果，也不胖，它就变一个小洋装比较 lady 的感觉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把它抽掉，我跟你讲它还是有点小收腰的感觉，因为这两个东西会让你觉得腰部线条收起来了。我今天把它收好，就是让腰线做出来，这边会有一个很漂亮的300，刚好去修是大屁股大腿这一块，真的很瘦，不想说就放掉，很随性的。然后这两个东西会让你的腰瘦瘦的，那有两个就你可以把它绑个蝴蝶结，好，它就变一个小斗篷